感谢你曾经带给我的一切，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化蝶系统即将研发成功，这最后一步就是和诺贝尔奖之间的距离。你一直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我们俩已经结束了。将我投胎，按我说的去做，我就能给你一个完美的人生。十分钟后，在紫金宾馆，有个女孩就要死了，除非你去救她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救命！我分析过你所有的行为逻辑，都在我的计算中。就凭你，你究竟是谁啊？你们这么多年好朋友，扎叔怎么跟师娘在一起？绝对不能原谅。说什么？面对巨大的诱惑，我不能等太长。交出化蝶，3000亿。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，谁敢下线害我。